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dit Crypto。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我们这一做的只是介绍主营加入市场的项目，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Communitas。所以你们，我们现在认识是什么 Communitas？Communitas 是一个去中心化和与物相吸的金导板，在 Polygon，我们正在将市值量指导加密货币空间最降量中最大的项目。你们不认识 Polygon，Polygon 是一种用 U 挂金和连接 U 以太坊兼容的区块链网络的协议和框架。所以现在这是他们空代币换市，他们的代币换市。然后这是他们的在交易所上市，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频道有很多意思，在这里就没事吧。在这里有的他们的方舱是自动版，Communitas 是从市区到市区的，这音乐之每个想要在 Communitas 平台上启动的项目都需要得到社区凭证 然后有多边形的第一个 Polygon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扩增新平台借助方案，使用 Plaid 框架的改变版本，为基于方块的 DApp 提供实现的规模，采用所需的高速和极低上班交易。然后有第三个是无从系统，Communitas 打破了从前的概念，无论是有多少代币，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有保证的方块，所以每个人有做得的方块。是很好的，然后他们的流行度，2021年第一觉得是最近段多 K 星星音乐第一新编码，实际代币经济和白皮书，2021年第二觉得智能合约安全审计，代币私人和公开。小书启动 Communitas 平台。第三，在2021年，他们说CoinMarketCap 和 CoinGecko 上市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上市 IDO 平台启动计划和第一个 Launchpad 项目。然后有第四个是对时空钱包网上 Communitas 平台的 UEX 激活激励效应。然后有2022年的一觉得是在技能会合约和平台在上最后开马浪所的链接说严重。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白皮书。在这里，我们等等他们说，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的白皮书，你们可以看看在这个白皮书中有很多内容，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可以自行查看。所以，我们现在认识为什么开发 Run One 必须在Comita 上启动项目。所以，Comita 上启动项目平台的目标是让项目团队专注于他们的项目开发和构建他们的商品，而社区则负责营销。
普冠和舒沙因后去，我们正在宋朝在加密货币汉语最有毒的和神性软件的进到断点，现在神性为什么有肚子 communities.com 是肚子加密货币接受刺激和动力，每个人都冒险有一台试管纸，然后花到24年，但是比特币还不到1美元，是有空就先有计划再急救。所以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社区驱动空社区间托不要决定哪个项目的建在 Communitas 平台上启动或不启动，不是我们开发商，所以为了掌握在我们自己走样。在这里有很多内容，然后我们看看在这里他们的 event， 你们想用他们的 event，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然后这是他们的 panel plot x inland， 你们可以看看他们在这个网站，然后这个他们是的网站 communitas.net， 所以他们的 team， 你们可以看，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coin 在 coin market cap。Communitas， 我们看看它的等级是3333，它在222020的间隙的猎波中，它间隙是0.0006，是没事吧？他们的知识是236千每个元，然后他们的24小时融资是106天。你们看看他们的 tokenomics， 有很多容易意思的，所以没事吧？你们可以看看都是。我们现在去看看他们的 Twitter 还有他们的 Telegram， 我们看看有很多RAM 有没有，我们不认识现在哦。在他们的 Telegram 有56天RAM 是没事吧，是很好的。然后他们的哎呀我的天哪，他们没有 Twitter， 他们有问题吗？我不认识这是什么问题，然后没事吧。所以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频道，然后，所以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希望先时间到你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推特，还有我们的，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照顾好自己。